站住！鬼鬼祟祟在这里干嘛？有意思吗？装警察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咱们俩有缘呗，我都还没说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过来的也正好，我正招壮丁呢。什么壮丁？跟我来。你让我走，我就跟你走啊。过来，来啊！我要不是看欧先生面子。说吧，你在这干嘛啊？到底带我去哪儿？你告诉我你在这干嘛，我就告诉你我带你去干嘛。我还想问你在这干嘛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我放货的地方，我跟大坤叔讹来的。讹来的？嗯。大坤叔的产业这么大一片，哎，我不过用他区区一间，他敢说我就要。我怎么不知道大坤哥有这么一个地方？大概是他的个人产业吧。不要看我这里，距离门面很近，进出方便。在过去那十几米外有一道墙，可严实得很。我曾经想进去看过，就被轰出来了。哎，你说，这大坤叔该不会背着我爸，在干什么勾当吧？你可不能乱说，这公司的事情你又不懂。不过你现在对你爸爸这么关心，倒是挺好的。那当然啊，他是我爸，我不关心他，我关心谁啊？再说了，我跟他的关系好不容易修复了，还要再好好的培养培养才是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你也帮我好好盯着大坤叔，留意留意他吧。这么相信我？我知道你跟李若生早就看大坤叔不顺眼了，之前你不是还要我查他吗？有一句话说，有共同的敌人就是盟友，所以在大坤叔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俩是一个阵线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